超級聯賽揭幕呢一第一週嘅第二日賽事，仲喺黃沙，但係咧未有啲乜嘢即係紀律性嘅錯誤出現。呢個波金鐵咗浪喺呢個安永佳嘅話，一射就入網啦。中間有基華尼頓，再有個後上夾埋三打五，喂，有三寶夫，哎呀，好曳啊，射得，好彩佢頭槌保中。中間有五個隊友，直接斬入禁區，過到頭，危險，二比一。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，咁睇睇咧傑志嘅提供嘅。今屆作出一個特別嘅安排啊，咁啊頭一個月嘅俾人搶咗個波就有啲危險，射唔射埋佢？阿哥斯達2-2。緊張我都，我都好緊張。想陣入三球。丹尼啦，何振廷啦，同埋丹尼。咁何振廷就係一位中場球員嚟㗎嚇。入咗阿龍仔，何振廷啊。即哥有機會喎，似乎係。遠處即哥。出嚟嗱嗱聲啦，曾錦圖推殺我波同你鬥走，有冇咩速度？得個靚 Blake 先 OK 喎，再送俾阿哥斯達亦都靚，單打獨鬥炸位之後，讚讚咧就傑志方面其實嗰個回防咧都夠快㗎，咁啊何振廷咧都已經叫做話當得住阿哥斯達。心可能即係，哎呀，死！想拉腳拉鞋面喎。實在係唔好需要喎，呢個波應該佢想攞埋去啦，羅馬尼奧咁樣用腳趾篤啊嘛，咁就嘥咗喎。就睇曬成個組織靚唔靚啦，諗下先啊！過幾月已經三次碰頭啦，結果三次都打和。呢一場係我第一次喺聯賽度為傑志上陣嘅，咁自己細個喺傑志度大，咁跟住經歷咗幾年出面球隊啦，然後翻返嚟，然後聯賽上陣，所以覺得幾特別，同埋都估到自己可能有機會一踢，就一早叫定我屋企人同埋女朋友嚟睇，幫我拍下片。講下今日場波啦，自己77分鐘後備入替，咁其實總共得三腳波嘅，一次射波啦，兩球回傳啦，咁中規中矩啦。但係球射波的確處理得好差嘅，即係依家睇翻啱啱睇翻片，
如果俾我處理多次咧，我會留多半秒，然後先射咯，或者唔會咁急去射門咯，因為突然之間一入到去第一腳就係喺禁區攞波，就真係有少少緊張，同埋處理得好差。所以嚟緊希望即係我都會自己加緊啲練波練習翻射門，即係都好彩有得上陣咁希望慢慢越嚟越多機會，慢慢進步。